跟大家介绍我身上这件可以穿出门逛街也可以在家睡觉的凝视T 恤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个印了几件啊？这个只有十件。我第一次看到。我穿了一件，所以剩下九件。我跟你讲，不是，这个外面这种天气，路上危险，穿这种颜色，好不好？保证不会没有人发现你在哪里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我身上这件。不是啊，我这个除了长袖之外也有短袖，黑色啊，那个大家走进来应该都有顺路经过，那个外面有一摊。卖很多很漂亮的东西了没有？走出去的时候逛一下，好不好？嗯。然后接下来我身上这件就是大象体操的战队体，是我们三个人站在我们工作室前面，然后摆这个姿势。然后那个邻居，我们那个工作室附近都在卖汽车零件的，他们想说是怎样，现在是怎样？对。然后我们设计师帮我们画这个非常可爱的战队体，再来是准备迎接明年海豹兼月历。蒙拉兼西口，金梅海报兼月历一张，好。对，等下涂鸦器你还要吗？对，那个然后去之后有男朋友卖东西了吧？有男朋友女朋友的，直接那个请他自己标一下纪念日跟生日，不然这个下次忘了又要怪我们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再来。然后这个哈，这个林氏小书包，好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有一个。那个要读书的时候，课本拿出来翻开凝视一下。这个黑带会做的有点长，是因为哈，我们的乐迷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有些人哦好高好高，有些人好壮好壮，所以背带做长一点。如果你喜欢那个 BG 一点，现在那个有没有时下的年轻人那个包包，有些人都喜欢背好高，跟那种就奶头后朋克团那个贝斯都一定要背很高，一样道理，你就把那个背带这样打一个结，哦，打一个结它就变短，我就是这样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是卖东西。还有这个贴纸啊，如果不喜欢的话没关系啦啊，贴纸，我要讲这一趴之前啊，哦，现在有很多那种直播啦，卖水产的啦，哦，这个。霜降珠，你小心不要被抓就好了。安内，我知影我意思啦，哦。贴纸，好的。好的哦，闭嘴！等一下，最后一个 CD 就这样，讲完了，谢谢。今天真的很开心大家来，然后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剩下最后三首歌，然后我们下一首歌要演的是半个，那半个我们其实是请导演先拍了 MV 之后我们才创作这首歌曲，所以其实有点像配乐的概念。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就是我们是怎么去创作这首歌的话，你可以上 YouTube 一样是免费去看就是半个的 MV 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大家来，因为我们就是在台湾，就是你知道票就卖得很慢，但是台北就是大家都很愿意支持我们真的很开心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首善之都，首善之都，谢谢。